候看看，昨天晚上把那个车的钢板给拆坏了，今天早上脸也没洗就起来，先把车给送到修理厂。车子的钢板出来那么多，有人到修理厂把钢板给换一下。上一夜班，现在才10点多，睡不着了，赶紧把车子给开到修理厂。晚上还要右翻，晚上6、7点还要继续。现在是上午10点钟，昨天晚上5点多回来的，细细数数差不多有6点了，睡到10点钟就睡不着了。白天就是这样，根本就睡不着觉。要开到这里啊，老板。我那个右边的钢板断了，还有那个刹车总泵还是那个漏气，有没有办法搞定啊？我给你换一个吧，来的。你别换那样的，你换的不好。是一模一样的吗？一样的。这是一模一样的。好。钢板马上就要掉了，换点水放久一点，厚得很。好了，正在组装。这要是没有点力气，这还弄不上呢。哪个？什么小的也行，现在都有工具，怕什么？嗯，那也不行，那也累啊。没，这是高粱没，今天我得把里面可以吃点东西。